Hello，晚安，哎，不，午安，周丹午安，冯家人午安，杰斯特，小易午安，奶奶午安，午安，午安，阿龟午安。寒秋晚安，一直晚安，午安，圣诞快乐，圣诞节过了一天，大家圣诞节有做什么事吗？我要跟大家分享，我圣诞节真的过得超无聊。你在考语，你要去哪里？谢谢卡丘分享直播间，晨晨午安，一晨午安，不是一晨，一凯午安。阿肥 ，Hello， 关在家。大鱼，新叶人玩，南野秀一玩，无以忧，我一下玩。今天十月啊，十二月，对，今天十二月生日会，是几点开始啊 ？DJ 玩，熊猫眼玩 ，Merry Christmas。威廉文吉米，我头发好长。我圣诞节关在家里，真的超无聊。我昨晚上想说，是来个圣诞大餐比较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家就去吃了路边摊的鹅肉面，也不是路边摊啊，就是在地好吃的鹅肉面。鹅肉，鹅油饭，然后七点多就回到家，我就开始躺在床上，然后想说先洗澡好了，这样等下就可以睡觉了。然后呢，对我就这么无聊的过了我的圣诞节，真的超无聊。三鲁午安，喂。刘海真是史上最难搞的生物。九蛋生日快乐，真的吗？九蛋生日哦，生快，四点入场，耶！那我刚好播到四点，又可以入场了，很棒。明天了，明天了，明天，所以跟法法同一天呢。因为 maybe 在那里，我的 maybe 在这里。卡瓦哥午安，午安，你讲成晚安，我痘痘贴好明显哦，这光线，你要草莓圣诞蛋糕，我们家什么都没做，真的是很无聊，很无聊的圣诞节。卡瓦哥圣诞节在上班吗？感觉服务业很辛苦。谢谢雨萍送了爱的烟火。黄宇文，阿贵仔玩小白兔玩。我真的是早上一点，凌晨一点，圣诞夜很多人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出去找你，没有啦，我有出去吃饭，可是我不是去那种高级餐厅，就是随便吃一吃就回家了，很无聊的圣诞节。为什么看起来好粗？我好吧，我每次眉毛都不对称，算了。哈，很在意没过节，还好啦，因为我生日其实也没有在过，就是生日也是随便吃一吃东西就结束。
因为其实因为24号是我爸妈的结婚纪念日，所以我们就去吃日本料理。虽然我觉得很普通，很普通，因为就是从小吃到大的店，就觉得好像没有这种新鲜感。可是因为吃那家原因是因为，通常圣诞节都是很多地方会涨价嘛，所以就是吃了不会涨价的。今天哦，应援版之类的。九九，年底跟姐姐的赴宴，对啊，就是很辛苦。私人午安，真的很辛苦的赴宴，就是很难休假，为什么过年过节都在上班的？年轻就很棒，我们就还没在过节。也是的，要庆祝。其实说实在，我刚才起床了。我刚刚大概1点醒来，然后就躺在床上一直滑手机。公公晚安，午安，午安，午安。季风亮午安 ，Hello，Hello。没有意外，百分之。看得出来，真的吗？沈阳过年吗？过年好像大家都会过节，对不对？看看呢。过年跟普渡，这为什么会是普渡？有点意外。中元节吗？超哥午安。然后我今天后来我还没有看那个日文版的 MV， 然后就整理了这一块。刷下边，这个真的很丑哎！这个门我真的觉得不行，太丑了吧！我遮起来，算了，我自己这块清掉了。我想想有什么东西把它盖住，毛巾盖。可是没有东西可以粘，拿纸胶带好了，先拿纸胶带固定一下。超好笑，对啊，不然你觉得它像什么？独角兽？哦，你说这个吗？我那之前在虾皮买，我觉得它很丑。谢谢涛伟哥送的爱的烟火，门帘很美，但是也是肩挂上去。差好多。画质太差了，看不清楚。布丁，起来吃布丁。我没有吃午餐。古早外午安，
跟大家分享，这是东海牧场在卖的，我还没有吃过，第一次吃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乳品小站，喂，还不错。完了，画质不能调那么高。哼，因为我房间网络很烂。但是我喜欢那种诶，棉的那种嫩布丁，牛奶，因为牛奶很贵。让我问号是他的焦糖怎么那么多啊？哦，超甜。来古玩明金午安，都很多人还推销牛奶，但牛奶很贵。谢谢大家讲午安，谢谢明君分享直播间。那两者的 MV 看应该是不太一样，不一样。午安，炸完厨房，炸厨房，你在做什么？夜空 sky 午安，太甜了，那也就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才有时间出去拍照。我今天才有时间，所以要等我。这个很可爱吗？那个偷懒鼠。但是在我已经快要十点钟已经要睡着的时候，我想说。不行，我觉得圣诞节还是要发点什么。然后我就想，那我之前在 FB 有看到有人盖猫楼的那圣诞树，想说那我也来 P 一个好了。对啊，我要拍一下台中，台中的拍起来。对啊，因为大家都是拍夜诞城嘛。然后呢，我没有去夜诞城，我
我原本想说那天我要那个19号要去的，结果就是我已经预定好的时候，结果居然 TP 也要去耶诞城，想说，哎，这样不行啊。然后后来我想说下雨了，那算了吧，就是后来没去。你要开始出发，你要去哪里？你是那个吗？你不是去生日会吗？这样子宣呢，在跟我 kidding 吗？路人 ，hello。玉祥 ，hello。草莓讲午安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子萱你不去，这样也太奇怪了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头发在这。刚刚下哨，待会不要下哨嘛，辛苦了。你要赶回台中拍台中，生日会结束，那我应该拍完了吧？我那天直播完出门，桌布吗？哎，我没有放过桌布哎。桌布通常什么风格啊？侧脸，仰望天空，是吗？我今天是把我房间的窗帘拉开，所以现在光线是这样。日文版无关系吗？日文版啊，我没有听过耶。如果拉起来会不会很暗？开多一点。你都很喜欢。哎，冯家人，你是不对吧？你那是被洛瑞笑传染。这超甜的。下次买原味就好，不要焦糖，这个是焦糖。这原味就全部都是那个。嗯。这个像。先冰起来。嗯。要糖吗？真的假的？啊？要糖？什么糖？海蛋跳糖。好啊。真的假的？桌布吗？像我桌布不是放自己的。我以前看就是很多人都会放自己，可是我没有勇气放自己。多一点糖，这是蒸拌面，超好吃。你们知道吗？蒸拌面。超好吃，没有勇气，你帮我放。哎，我刚吃饭。去跟大家说，我没有听过53单的 AKB 53单的选拔曲。真的没有听过。
早餐总是，哎，这第一餐这个很伤胃，应该是辣的。嗯，这好吃。真的没听过。腥味没有吗？腥味不是猪里奈吗？玫瑰花茶。哎，我听过哎，有没有看过 MV？好可爱哦！为什么我发现很少在 MV 上看到奈子出现？这我第一个看到。嗯，嗯。天天他的转折时间出现吗？有点意外。只记得你再不好好跳，擦圈擦擦擦圈圈，那什么？日本的东西。对啊，因为他们很红哎，其实。又很烦你，定位不好。早安，不早了，你手不早了，两点了，不早了。没手会去吗？生日会，怪怪的，我也觉得为什么，真看很怪。好像是这个版是在日本买的，那你们可以看我直播看到入场了。浩宇午安，浩宇会去吗？路上看直播应该会吧，就是一边看。你说像你吗？
但是换。你选择睡一下，你还要睡吗？你现在在哪里？风家，你现在在哪？然后你会去？通常到新竹那段都会塞，塞爆。塞爆，就是很酸。对啊，这家店可以。没有，那演完哦，好远嘛，因为今天星期六吧，然后刚好圣诞节刚过，新营五 M。我跟他说比对啊，今年要上红白了。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红好像有个点，是因为抖音很多人翻唱这首歌，是吗？是吧？真的很好听，这首。这首不懂红的点，还没看歌词，就是抖音啊，抖音红起来的歌。后面装门脸，就是把它钉上去了，因为太丑这门。然后你知道它下面有那个透气窗，我觉得太丑了，它掉了。太丑了，等一下。也不贵。好嘞。哎呦！放那儿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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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得很多吗？它还是一只肥猫。也指了你的单腿，很可爱。你是谁？突然一个你谁？好笑哎。对啊，厕所嘛，它真的很丑，就想把它换掉。其实我也跟我爸讲，他说门好好的，干嘛换？因为很丑。对，因为很丑，懂吗？因为很丑。那你是右边？对啊。谢谢又一下送的许愿瓶。换人。你知道我妈昨天拿的那个厕所刮那个地板湿湿那个那根，然后你知道只剩下什么吗？只剩下下面刮的那边，它上面这段整个不见了，也不知道跑去哪里。你看，
我把这块清掉，所以它现在这块很干净。那好，因为那很丑啊。谢谢米手送的花枝青翠。妈妈嫌弃的架子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哎，他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。因为就是我今天房间，就是我妈她说，哎，我帮你整一下后面的菜段太丑了，然后就开始整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偷来在看风景。你知道怎么用那个板子吗？因为为了隔热，可是我没有找到隔热板，所以就用那个，因为发现它隔热效果嘛。干嘛？整烫附近。哎哎，走开啊！屁股很脏哎，大便。哪个？你在干嘛？在 Hello Kitty 的杯子，只是你们看不出来。有吗？有吗？有一只猫在这。我想看你，你走到底。他快抓人了，只是你们没发现而已。你看看我手上的伤这么明显。我那个独角兽啥？它是布帘呐。Hello， 是在。哎，不要按我电！哎，哎，你家电脑就是这样被压坏的。不知道在干嘛。但看我房间好大，就是我妈经常说，哎、欸，你房间好像是我们家最大的。我说有吗？我爸比较大吧，因为就是我爸厕所还有浴室，还有个更衣间。我就想说，他应该比较大吧？他说没有啊，他你也比较大。我说有吗？可以吗？对吧？嗯，你看他在这里。是公猫吗？对，还是公猫。偷来的手套好可爱，它的白色的，跟牛奶糖比起来很熟，真的吗？很痛哎、欸，嗯，你看嘛，咬痕。没有，我在摸它，然后它就咬我。太暴脱了。那你要看它愿不愿意，我也不知道它愿不愿意。你看它嘴巴张开了，它就咬我。
哦，好吧，他不愿意。你看他手，他会生气吗？算了，我再带你们去地上看。痛啦！痛啦！看一下镜头。你看在咬我，哦，好痛哦！你要掉下去了，很痛哎！你看啊，这是公猫攻击的猫，真的很痛哎！这是残暴的猫咪，它走掉了。你知道每次它攻击我的时候，我心脏都会这样抖一跳，真的是心脏直接飙到130。唉，对，太习惯了。会不会还会维持这个性到很老啊？我觉得他改不掉了。我真的很羡慕那种像马友家的那个麻薯，很乖。啊，镜头是吧？会修啦。可是也要等到现在真的选上选拔。太丑头了，是很对他很好啊。你知道他每天都要出去玩，每天要出门玩，可他会自己回家，就有一次没有回来。但是我觉得他学乖了吧？对，他不是假的，他是真咬，他是真咬，超级真的。啊，我的心脏还是没有。那时候养猫吗？对啊，自由奔放的猫。他对我爸很好哎，我给你看照片。你不养吗？很可爱，猫咪。Jenny，Hello， 好久不见 ，Long time no see。三十分钟会叫你一声，他怎么叫你？谢谢朱莲送的爱莲火，谢谢。很夸张哎，这只猫。我给你们看，这只猫真的是唬大家就好。你看这是什么猫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爱的画面？我真的一回家也还是这样子，就是趴在我爸身上。我想说这是在干嘛？你看，这是我爸，然后这是头发。你看这是什么脸啊？真的是 ，Hello， 是在。你平常跟谁睡觉？是跟我哎，然后你这样对我，差别待遇，这是差别待遇。只是我爸会喂他吃东西，然后一早起来，然后会帮他清大便什么，我就不会而已啊。你看这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啦？你看这里，看你最讨厌，真的是哎，这爱的太不行了。真的很夸张哎，
这完全不对啊，这只臭猫。对不对？很可爱。我还是性价比问题。天皇老子，奴才。不是啊，这到底是什么？给放大给你们看。为什么？干脆放封面好了。晚安。是在 Hello。我们就放这封面好了。小书童。后来感觉是排名第二，太过分。可是他也不会对我妈讲，虽然有时候会咬，但是他不会咬我这么每天 every day， 应该会怕我妈。为什么买？因为他每天，我坐回家，他真的这样，这样，他只能趴在我爸身上。太多了啦！今天的场面好大，太多了。吃完了吗？还没，还有三条面等我。你看，他就跟着你一起走。放着，放着，干啥？啊，跟你走，就这样带着走。屏幕大小长，这个很夸张哎，这个。十分大，而且它超红，真棒！这草莓，嘿，我要先找卫生纸，赞，擦身上。百元三餐晚安，没关系，我一律称晚安，就是晚安。没关系啊，拖得很干净啦。我要相信他很干净。谢谢本源存在上的掌声鼓励，然后我在哪就出门吗？大家都要去那个生日会。还是要吃饭呢，那你该起床准备了，快要三点了哦。旅馆晚安。我是应该播晚上的直播，可是晚上有多人直播。晚安。
晚安。你确定四点再出门？你家住很近吗？这样来得及吗？这光线好丑，热哦！我应该开个窗。今天真的超热的，今天24度。我看一下下礼拜台北会最高9度，最低8度。等你暖，煎到4点。嗯，超热的，每次周末都回温，然后平日都那么热。等我开个窗。这外面会有摩托车开过去的声音。就是我前面是光亮的，可以。今天就由你们来陪我，快热死，很热哎！可是晚上会冷吧，台北。Hello， 是这里吗？对啊，晚上会很冷，一定冷，绝对冷。再见，不外套吗？这光线好神奇的光线，太奇怪了吧？这光线，白。这可以撑住我手机吗？好，这样。带羽绒外套吗？所以我不喜欢这蓝蓝的光线。欸，那包包里很厚哎，欸，会歪的，完事，很歪。那这个。跟你们说，我们学校就是因为圣诞节，我们都会送，就学校会送巧克力之类的。就今年的巧克力已经进化到有一排，不知道它在哪里，我忘了它在哪里，有一排三角形。有一排三角形的巧克力，黄色那个，一人送一条。我都不懂我们学校到底哪来的钱。
金山吗？是金山吗？是，应该是吧，可能哦。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因为我第一次吃。我不知道，就可能家长会很有钱。前天就买了100%的黑巧克力。帅源是帅源吗？还是盛源？我看不到。帅源，我放弃他了。对，超甜的，真的超甜，甜到我真的不行，太甜了。可是我上课跳掉，我吃了两条，两颗，两条，太夸张。舒儿 ，Hello。嗨，人好。那我们运动会是哈根达斯，你知道我。那学校真的很夸张，一开始他只有想买冰淇淋，然后后来变成明治，然后今年变成哈根达斯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这发型很适合吗？是吗？它的形状怪怪的，重新绑一下。喂，太甜了，我不想吃。我也是。越来越甜，想要一根短头发。把圈咬过了哎！到底要怎么绑啊？它这耳朵好看，耳朵吗？我耳朵很软。不是，那妈妈不可以不要一直弄那个吗？通知，它一直挡住我的脸。咬过再咬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，我地板上都是头发。我今天搭前面的时候被肉肉嘛，是肉肉嘛，然后就说那个多好恶心，我忘记是谁了、啊。因为就是说耳朵可以，就很软啊。有胡须的感觉，胡须。那我今天又看到我爸回复我的现实动态，他传了一个哈哈哈的表情，因为偷了那篇的限动，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他到底有追踪谁，就你知道他追踪一些我很意外的人。他追踪我之外，还追踪卢卡、阿丽、布丁、肉肉。那不是胡须啊！啊，胡须，胡须。没有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到北车挂停。好，先挂停，认真走路，等一下卡住。我看一下还要用谁，反正我就是很傻眼。
天使，你说韩寒吗？手酸了，等一下，看一下他中谁。而且我很意外，他居然会追踪 hashtag。来，我念诵。宫田刘家小山美玲林婷丽蔡依柳刘晓晴黄一佳郑嘉玉周佳，这是什么神奇的组合？太酷了吧！很意外。那没有对称，但是 it's OK。我这样做叫意外？什么叫有时候很意外？他是我爸耶，当然要追踪一下了。他好 Q 的嘘嘘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套 Q 啊？就是我爸，他有追踪这些人，对，有追踪一家哎，鲢鱼，过分哦，我肚子，同单可以。喜欢冷笑话吗？他喜欢吗？他会是这种人吗？好问题。我昨天是谁分享？就是有人在 PPT， 就是有人应该在笑我们的意思吧？诸葛亮那个，我正有点进去看，可是没有人讨论。为什么是午后啊？有猫吗？我爸不会参加舞手会。午后？为什么是午后？午后？午后？哦，风舞，太过分了、哦！这招牌也太酷了。是为台湾哥设计的吧？嘉宏 ，Hello， 你的推历史都很差。主人长期张威瑶是流血潜入夕阳，拆解猫咪咬人意思。嗯，是猫咪会咬人，是因为喜欢主人吗？是吗？我把粉黄快融化了。这什么神奇的叉子？鹅三吗？什么是鹅三吗？这好奇怪哦。小鸡菜菜。就看不起我们，我懂了。我有看那个平手人家的那个 MV，
很酷哦，真的很酷。你的明信片，嗯，欧萨吗？欧萨吗？什么意思？冰霜超能力哦，上发烧哎，二十四。因为我以前就认识乙星哎，稍微认识，但没有很认识，一面之交。这颜色什么情况？对啊，这本是颜色什么情况？就是那个天空的颜色照进我房间里面的自然色。又是飞机。晚安，就是简单的吃完晚餐就回家，然后就躺在床上，很宅吧，够宅。绑着头发，我的黑眼圈好深哦。我真的没想到十点就要睡，就手机坏坏就12点，还没吃。哎，我吃路边的二粥面哎，羡慕吗？那两边的好像不太一样，不过没关系。你再夹一下，它就会浮起来了。好好路边摊也可以。对啊，我们的圣诞餐会不会取消？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，那时候没有境外吧？不是有境外，但是没有国内。国内是最近。跨年参会，跨年完就 reset 了，没有时间。所以我最近很闲哎，你看我假日间没有练习，我在家里哭吧。看最近蛮常放假的，就那么久违的放假感。是说欢迎光小强，马尾啊，就是被拒绝的马尾，懂吗？就是，对，被拒绝的马尾，加马尾被拒绝，到了吗？
然后怎么会有个灰尘掉下来？就是一撮猫毛哎、欸，这太可怕了吧！转运站啊、哦，台北转运站。昨天我就调整回水平了吗？好问题，我肚子饿了。猫也很适合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有姐姐说很觉得猫也很适合我。没有，自己选啊，就是不要要。可是姐姐们她们也会看过，就是觉得可不可以。想看第一双马威，我分给你两根。你首先绑双马威，我就绑双马威。我觉得因为绑马尾比较好跳舞，就是也不会弄得很湿。这迪恩紧紧耶，怕是谢谢晴空送爱的烟火。高的双马尾，之前有绑过。对啊，就是绑马尾一种很流利的感觉。对啊，有绑了，有绑过。古装造型，我也觉得古装。这间马卡龙店是那个，吴宝春以前待过的那个吗？叫什么？握手会造型 get， 握手会吗？匕首大小，好啦，我应该会记得吧，应该，我肚子一直叫。麻雀叫吗？这是什么鸟啊？它看起来不像麻雀，它很大只。哦，这是什么啊？看不到。好吧，我看不出来，它是什么？
对啊，这很容易掉下去。我只会叫什么？我在外面很多鸟，对，很多鸟，那大自然的感觉。我在旁边根本就是森林吧，没有了。我家旁边根本是农村的，对啊，想靠外面的就是对大自然。早安，哎，你醒了。他会想跑出去。你真的有睡吗？他有画眉毛吗？对，这么快，浩宇 ，Hello， 谢谢你的分享，浩宇到了，3:12，是 ST 对，这是伯爵茶。快到了，你从哪里去啊？但是真的吗？你时间不到一半，过去一家桌子半小时吗？还是10分钟？要看风景，那个外号叫小鸟。搞不好时间也比我小，真的吗？会有这么夸张吗？白饭好几双，没有自己玩中承认。这个很红，好像假的。
这是什么声音？新总经理何时不过？我不知道、欸。何子宏老师的听闻说，从1月1号开始上任，其他的我不知道。我现在其实我稍微减少一点，我是一餐吃两碗这样。像我昨天去吃鹅肉，就是吃两碗鹅油饭，好吃。偷懒吗？要偷懒。吃饭吗？鹅油，鹅的油的饭。来跳个 reset 好了。感觉你真的很忙耶。现在空间很大。我们要跳这个。放松一下。好累哦！
擦一下牙齿。谢谢大头大年送的，好累啊，好累，没问题的。你要踩几遍我的电脑？哎，洗嘞哈喽，这是怎样啊？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我可以训练。我连元旦真的没办法休息，无法休息的连假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草莓被砸中了。嗯，你要吃吗？那个，你东西放的要收的，嗯。你看，没关系吧？没关系啊，丑而已。哪里丑？请把你的那个吃完的东西放了。不要，一样的，还没喝完。这在干嘛、啊？很脏哎！给你们看。你看这只猫，不知道找在干嘛。Hello， 偷懒。我也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。那超脏嘞，都灰尘。我来帮我想。喂，我起来。太重了。
关关。什么东西？因为你再上去的时候看到你的脚在那里，然后画面很丑。还好吧。我没看到我的脚。哇，你真的是，都是你啊。都你啊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还好吧。被抱走了，把你崩掉哦！这个叫什么啊？不可以做你女朋友啊！叫做是该改跳一下下一首专业麦克风。没有去抢过小肠的。地板好难滑。没有滑滑。
吼呜吼呜吼。后面应该不用，累了，累了。我腰都隐隐作痛。诸葛亮 ，take 诸葛亮。累了。对啊，他会一直看到。讲错歌名啊，没讲错，好累哦，我已经没办法想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、累了。那三首还好，该抄一下吧。累了，没有，是刚吃饱，一定是这样。没跳过，不是吧？现在是二期生的关系吧？而且其实我觉得，如果真的，可能是因为住台中吧，就因为可能就是去还要先去台北集合，然后搞不好校唱地比人在台中，然后我要回去台北，我再回来台中，是吧？是吧？我觉得可能是居住地的关系。那现在二期生有去过校唱的也只有猪猪而已。健康四点，没有了。可是因为基隆在北部啊，是吧？如果在台中，我就会变成台中台北，台中台北。你知道我这样来回就，假如说我搭高铁只有一个小时，我去台北就一个小时。然后如果从台北再出发的话，就要两小时，因为搭车嘛，一般的汽车，这样变成三小时，然后再回去台北变两小时，再回来一小时，这样多少啊？一加一加四，六，六小时，一整天都在坐车就好了，是不是？
然后加上再塞车半小时，再多一小时七小时，半小时坐车就好。云林台北，云林台北，这太累了。怎么跳？报公章。我觉得搭高铁我也不能拿到全部钱，对，屁股直接坐到烂掉。抱着我一个人在护，害我很尴尬，很尴尬。啊，那就是高铁就是，那我之前也是，我那次真的是差点要去高雄，然后回不来。我下车的时候 ，AirPod 还掉在车上，要被那个警卫哔哔哔，我真是快吓死。那麦克风怎么了？这是假麦，我们自己买的。其实假麦烧地上有很明显声音，是咔咔，就这种塑胶声。对，中控的，跟他做的蛮好的啊，而且假装装电池。他这个做的不好，开关松了。更多可爱拍照动作吗？可爱动作，可爱动作，帅帅的来，可爱动作，你什么可爱动作啊？口花，好吧，不许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所以只好借出猫的可爱了。猫咪怎么样都可爱。你要去哪里？我没有给他咬，是我怎么办？他愿意咬我，这样。你不要踩那边，那边真的很脏哎、欸！啊，我。我把窗户关起来喽，跟你讲。
听不懂是不是哈？电脑都坏了呀。是在 Hello。怎么卡？嗯？你很饶舌歌手感。有有有。膝盖哦。看一下左我刚刚吵到他不知道哪里，向左边。啊，因为上次音阻，到现在还记得。谢谢小李的爱的一样。台北很热，台中也很热，我已经流汗了。是猫吗？
你们终于在，很热啊，走路也会累。我觉得你快要忘记歌词怎么唱了。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听原曲才会知道怎么唱。对啊，另外几啊，我要跳那个什么，不要在这里，忘记没有。对，我脚差点踩到桌上去，好热哦。
这里吗？这边。我也没办法，我该怎么处理？就我的手机要烧起来了。谢谢他。
就是人家老人潮下去。站起来。我刚刚有踩到一下下，可是他好像没什么样。你看他的脚，他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样。断了吗？没有。好吧，好了，快睡着了。你们是要进场，还是你们已经进场了？崩溃的刘海，我等一下出门拍照。喂，然后你们要看你们的生日会，对，这光子很棒啊。柠檬吗？
怎么唱？忘记歌词了。地是名是好寓意，地久名是幸福，地半名是他的模特，地是名是手和地两名是 DJ， 地五名是小一，第四名是辛苦马 K， 第三名是天真对望，第二名是落日一笑笑，第一名是手你手手你手是是头来推头来在睡觉大牌子，你看他的尾巴大牌子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，直播失敗でした。坐教室窗户的旁边偷偷看着你，这次我怎么会害怕胖胖子，早就深深被你吸引。冲不休已经结束了，而且通过了，所以要记得来看哦。好了，完了，大家都看生日会开心开心，看得开心，四点可以入场的，入场入场入场。对啊，过了，我在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就早过，因为我分数超过了，你知道只要八次的小考有超过，八次小考有超过480分就过，然后我考了577分，所以已经过了，所以我最后一节课的小考乱考，你还是可以过，哈哈，我关了。就是全盛时期吧。拜拜。拜拜。